咁多個，因為見翻咁多 fans 嗰個心情。再次見翻咁多 fans， 其實都真係好開心嘅，因為都真係好耐冇見大家，同埋不過今日都未齊人，係啦，爭少少，但係都已經好開心啦。係咪本身今日係齊人㗎？第一次齊人㗎嘛？本身都唔係齊人嘅，上一次就齊人啦，但係可惜打風㗎嘛，今次就隱恨啦。咁其實啲 fans 如果琴晚即係好多都前一晚已經嚟咗啦，咁其實你哋都擔心嘅。梗係擔心啦，佢哋咁樣通宵咁夜，咁啊可能有啲細細個嘅可能俾爸爸媽媽鬧咁啊死火啦，同埋喺度通宵都。未係好舒服嘅，同埋今日又咁熱，咁樣又唔知佢哋夠唔夠水、夠唔夠衫、夠唔夠嘢食，所以係非常之擔心嘅。有冇送暖啊？送暖行動咁樣啦。啱啱嗰度喺嗰個紅地氈行出嚟都好近啊，係啊，送曬啲笑容啊，送曬啲揮手啊，送曬啲暖俾佢哋啊，應該都夠噶啦，咁近。今日見到人都戴住口罩。哦，係，因為前幾日先去完。在日本回來是去了日本拍 MV 的，所以是現在需要戴上口罩，是即是衛生哥拍 MV？ 是啊是啊，那今次是第一次以個人作品出去日本拍啦，所以是很期待今次的 MV， 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這個 MV 啦。 style 的是怎樣的？ style 是很，我自己覺得是很夢幻的，所以 是在北海道拍的啦，希望都可以給到一個驚喜大家啦。是新人獎來說，其實我自己沒有很大的信心的，但是我自己覺得我要做足自己 200% 的努力，那我就覺得自己已經夠了，那我覺得是可以給大家看到 Mira 其實每一個成員都是真的有不同的特色，大家都很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今年我的目標咯。我對 Jeremy 有信心的。那你自己呢？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信心。因為如果以客觀數字睇嘅作品嘅數量咧，就應該Jeremy 係客觀性地多機會嘅。咁同埋今年我嗰個都係同阿希傾合唱啦，同埋一個字幕主題曲，所以都本身唔係朝住呢個方向。咁所以我就話對未來有信心啲。會唔會話想喺呢段時間都出到個作品去，即係出力咁樣？呢段時間啦，我喺年尾好講喎，咁睇下之後嘅日子有冇啦。今年就應該唔會噶啦。但係有冇咧都擔心嗰啲休團嗰兩個月咧，咁可能播放率都會有啲影響咁樣。播放率影唔影響啊？我覺得大家未必好注重喺播放率上面，我覺得注重喺作品嘅質素上面多啲。我哋由頭到尾都係朝住呢個方向。你們休團了一段時間，是不是大家全部都 ready 好自己再出來做新的工作？我覺得 ready 好自己這個答案就很難答的，那什麼才叫 ready 呢？很難答的嘛，但是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會裝備好自己，裝備好自己有下一次的表演，一定會不會辜負大家對我們期望，一定會帶很多歡樂，帶很多作品給大家。但今年都有機會拿的組合的金獎，你們自己有沒有信心呢？即外界有沒有？首先多謝大家外界看看我們可以拿到金獎啦。咁如果拿到金獎，咁一定開心嘅，係啦，咁大個成績表啊，100分滿分喎，咁一定開心啦。咁但係都係嗰句，我哋都係試，都唔可以咁講嘅。獎狀就如浮雲一樣，係啦。咁你好難捉噶嘛，你點樣捉夠雲啊？係咪先？捉唔捉到啊？捉唔捉到啊？捉唔到噶嘛。所以係咩呢？做好作品。平常心啦，平常心啦，我都是對於Mira 的嘢有信心咯，係，始終一直都對組合的嘢，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好嘅成績多啲，係。即係你寧願係拎我最喜愛組合，或者我最喜愛男歌手？因為老實講，真係有 Mira 先有我哋咯，係，先有我哋每一個人，所以組合永遠係最緊要的。是有感而發啫，都希望嚟等嘅人啊，無論係支持邊一邊嘅 fans 啊，都希望大家互相照顧，互相 take care 好大家。但係咧，有啲人覺得你拖人，即係有啲人會聯想到係咪即係覺得你冇咁耐都仲未出，好似有啲咁。
那個其實我們一向都有關心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有個結果咯，即都希望大家多些關心回所有 dancer 們。唔敢話好好嘅，自己睇就當然有好多缺點咯，係，但係都大家中意就作 artist 嚟講係好開心，好榮幸，係。會唔會一齊睇大結局啊？即係後日個聽日啊？大結局啊！如果睇咗啦，上次拍嘢嘅時候，正正雞有睇過一次，未完成版嘅，即都希望大家中意咯，都好好好嘅有結局。要約埋一班人一齊睇㗎嘛？個時間係咪啊？有就一定得啦，係咯，希望大家一齊睇咯。阿 Lu 第一次即係見大家，第一家係見大家，你都會講嗰啲。哇！第一次見到大家係好感動嘅，因為我諗上一次做即係如果做公開 event 已經係可能半年前啦。咁今日見到大家都仲係一齊喺度，好似守護住咗我哋呢幾個月的時光咯，係啊，因為呢幾個月其實無論是我哋十二個啦，又或者係我哋嘅 AM team 啦，甚至係dancer 朋友佢哋其實都好難捱嘅，咁所以經過兩個月休息之後係除咗而家重新工作翻之外，其實都想大家一起繼續去關注阿毛呢件事咯，因為我諗。我哋都唔會唔記得呢件事，咁所以大家都一齊繼續去祈禱啊，繼續 send 一啲關心俾佢，俾多啲 attention 佢咯。我諗佢最想要嘅就係一啲正能量去，無論係阿毛又好，定係其他 dancer 朋友都係。有冇探過阿毛？暫時探唔到，因為佢家人未 ready 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每一日都係 keep 住問佢 update 究竟而家嘅狀況係點啊，需要啲咩啊咁樣。咁盡量有啲咩需要，其實我哋十二個人都一定會配合咯。星期日已經九成噶啦，九成 ready 噶啦，係啦，咁而家就爭少少一啲走位係未排好啦，係啦咁樣咯，咁所以今日我哋完咗呢個 event 之後，我哋就翻去dance rehearsal 啊，band rehearsal 啊，我哋就直落去到今日凌晨噶啦，咁希望俾啲火花大家啦，今次其實係我哋兩個一齊諗咗一啲幾特別嘅嘢啦，係啦，希望同大家一齊 jam 下，當有一晚 party 同大家開心一下就已經好足夠啦，係。攞獎我又冇真係好諗嗰方面嘅，咁咧反而即係比較開心嘅就即係有個空間有個機會去自己出自己唱自己寫嘅歌，咁樣即係呢一樣嘢比較開心嘅。咁我覺得即係獎項其實攞到當然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啦，咁但係其實比較開心的就會是原來大家都會可能認同我的歌啊，或者會聽我的歌，這樣是更加值得開心的，所以都很多謝大家支持。阿毛，我想問一樣，有沒有一個抒情問一下？跟抒情就沒有主動沒有直接聯絡的，是的，但是就我都是跟公司去溝通啦，都是我反而是最關心都是阿毛他們的傷勢啊，甚至是 dancer 朋友他們 的情緒上，因為這兩個月其實除了病情上，其實大家情緒上都有要時間去康復啦，無論是我們又好，無論是 dancer 朋友他們都是，所以這兩個月就是用了很多時間大家一起去互相關心一下，純粹開一下會啊，起碼問一下大家溝通一下究竟大家彼此諗緊啲乜嘢，其實呢個都好緊要，係。仲有一題啊！阿姐，你有冇信心俾男歌手我哋文章？哦，其實獎項對於獎項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唔係最重要啊，即係作品嘅講到嘅 message 先至係最重要。係咪都會出新歌啊？即係今年，即係嚟緊年尾會有一首嘅。好，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